还是老料，对，这个老料，老料，昨天也卖很多碧玺啊，昨天因为广州价，我们就讲广州价，那个广州价，对对，广州价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165广州价碧玺。那这个就老料只有两条，老料对，只有两条，165，哇，好，然后这个，这个270也是很大个的，270，最接近原始的了，就是我们用的是这种灯 ，OK， 就是其实没有的，没有很那个了啊，没有很特别的，那个，这个哇，这个其实很好，280。280，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哇，这个才428，糖果色，对，这个很好，糖果币，糖果币，对，糖果色，哇，好，然后这个468，回纹珠，回纹珠，521。蓝的，最终它是蓝的，蓝的，蓝的 ，OK， 蓝的，多少克？30.4克。蓝的 ，OK， 它的褐边就是蓝的。那在灯光下是这样子的蓝，然后这个就是整条都是蓝的。蓝币，现在蓝币是最那个了啊。绿币是这个。绿币。OK。558绿币558。哇，这个也是回纹珠558。糖果色很漂亮的，有浅紫的那种。558，然后这个。昨天最。哇，昨天卖了一个。对对对，最喜欢的，这个吗？是哪一个？那个。啊？啊 ，OK， 好，哇，这个很好，对。这个比昨天啊，哦对对对，这个可能给亲家人给搞吧搞啊，对呢，哇，这两条非常，亲家1100，去昨天也卖了两条了，对，卖了两条，对对，非常好，这个1100广州价 ，OK， 美国价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只有两条，1100，对对，1100，漂亮的糖果啊，关键它大呀大，大大大大，你看都有带厂家。特意定做才有的，对，而且带猫眼 ，OK， 昨天那一条卖了，所以就特意再叫厂家，就是再放漏两条，哇，很漂亮，这够大，对对对，够大，来，然后这个啊，一管有回纹珠 ，OK， 那这也是蓝色的，关键就是蓝 ，OK， 现在。缺蓝少绿，凡是蓝，为什么蓝贵？蓝就是像帕拉伊巴，大家知道帕拉伊巴高级的可以卖到60000美金一卡拉，对，是60000美金一卡拉。要学到东西了。对对对，互相学习，要学习，互相学习。那这个也是，对对对，哇，这个也是1100，对对，这三条都是1100了，对，哇，对对对，这我会挑两条，看看挑哪两条，大家要先给大家了，对，这条我就要了，对，这条跟这条，因为这些大的供不应求，只有广州价。好，我一会再那个了，好，然后这个，再来这个，这个就。再大一点了，这个就1200，不是1200，就是也是1100了，也是1100，哇，通通对对对对对，通通1100，这些错过就没有的了，错过没有了吧？反正我会挑两条了，我看看挑两条吧，对对对，真的，哇，很漂亮 ，OK， 大家就看哪一条呢？这些我在自然光再给大家看一看了，展示一下，这些都基本上自然光的，没有，这里是酒店，相当好。只有广州的价 ，OK， 大家1100，那我叫他接长，因为昨天我一看我就很喜欢，然后就说哎呀接，我说你再接长 ，OK， 接长那个 ，OK， 反正都是那这个都是12345，每一条都是1100 ，OK， 大家喜欢哪一个？对，先画图，那都有一些有带猫眼的，对，反正我自己就准备。拿两条，我看看拿两条 ，OK， 好，你自己挑啊，最大那个有18个咪吗？十七个咪，OK， 好，
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订阅频道接微信。还有这个蓝色的也很好，再来，在灯光下画出诱人的那个，这宝石的世界，那你看，很漂亮。对对对对，蓝呐、啊。好难搞嘛，这个多少钱呢？我忘了，看看多少钱呢啊？8.38。对，好，有兴趣的朋友们赶紧订阅频道接微信，谢谢大家啊。